落三落三七，那他是对于自己的表现相当不满意啊。嗯，这边既然我这样赛道今天表现的不稳，那我就先把他变掉，因为他觉得星星火山他虽然赢得很惊险，但他还是赢了，对吧？可能他这样想，對對對，他这样想了。七星火车留了麦拉伦一手，不过可惜对于他来说的结果不是到特别好的。那官方指定的赛道一号公路，马上就会进行到的是第二场比赛第二轮的第一小局。哇，这个记录，对，11.86，两个人都是选择用神风玉堂，也没留车。对，没有留车，因为毕竟这台车在这样赛道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哦。穆弗雷德起步很快，哇，直接冲到了所谓的一个位置。这台车其实真的很令人有这种尊爵不凡的感觉。对，它的一个配色是一个白金色的一个配色。那这里然后又是这么一个强大起步，云海这里撞到了，看一下路线是不是全是磕碰了一下。过来飞跃点，对，出弯没问题。这个路线非常清楚，但是穆弗雷德弹射没出，哇，很关键啊，慢下来了。这边云海需要用一个侧身去做调整，但路线很好，又拉开了一点，飞越区接捷径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桥角度没问题，两个人都顺利的通过。对，穆弗雷德还有机会，看一下后半段的一个延续点，这里得卡两次的气。对，再来就是这里喽，关键的跳台接木箱没问题，再一个延续，但路线有点偏差，瞧一下，这里选择这里要撞过去了，哇，但。哎呀，拖啦，拖了，这整条气都没了，侧身点。这一场云海的路线又拖了，很快。哇，连续两个拖，那这样子对于 M 大来说，这一局应该没了。对，后半段还有一个后追的加成，那个捷径也没有过得很好。看一下这一场云海的记录，哇，是11秒59。哇，11秒59也是。虽然没办法破纪录了，但是也是恭喜他成功拿下了这一局的胜利。恒大选择的图啊，对，记录是SG 的东方1分26秒72的一个成绩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上一轮也是这张图有出现过，那也是云海成功拿下的，两个人都选择使用的是海神。对，看一下这场两个人都有一个 WCW 喷的起步，但云海的路线更好一点，是卡掉了，稍微一个外卡内直接封死了弯道上面的角度。再看一下这边又有了半秒的一个距离领先，有点危险啊，因为这一张赛道云海基本上不太发生失误。对，这张赛道对于云海来说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刷图机器了，没错，看起来也不给太多机会的。那这里非常考验穆弗雷斯的弹射的稳定性哦。跳台区弹，两个人选择路线一致，这边云海的路线比较差一点，用一个侧身救了角度，但是没有任何慢掉的迹象。刚刚稍微有拉近一下，不过穆弗雷斯在下个弯道又被追回。对，这个双弹射路线是没有掌握的特别好，但是这个距离始终没有被拉开，但也没有拉近。对，这就是第一圈的那个距离。哇，这里很危险，路线有点偏差，这个双弹射的角度救了一下。那后面再一个，对，前面云海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哇，虽然说 M 大在做极限，但是前面云海也没有停止做他的极限，所以两个人的一个差距是没有去缩减的，始终没有拉近哦。云海这样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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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稳定、啊，哇，四次的非常，真的，这真的很稳。他是完全一个不给对方任何机会，这种窒息式的获胜方式。哇，1分27秒56，再次跑了一个27秒的成绩。这个真的是一个窒息的获胜方式，哎，没有任何的机会。他就是你起步之后，你让了，你让出了你的领跑位，那宣告了这一局结束。他也没有让出，那也没办法。起步之后，云海成功卡掉穆弗瑞斯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了，就宣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。这对于穆弗雷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，因为赛道大家最喜欢看的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城市赛还是有一些小比赛的时候，会官方会让观众投票，然后指定赛道吗？对，每次观众大家都最喜欢跳这场。哎呦，我觉得好像是按表情然后选择吧，就不管空港在哪个表情，就发现那个表情是这种。对，看一下两边选择不一样的路线，一个走左一个走右，有没有机会对撞？有，碰到了。但是这边谁的影响更多？云海的戏是美满，但是这边穆弗雷斯也受到一点影响，两个都做一个全延续，看一下这个路线加速区过来，但是云海被卡掉了，路线被卡掉了，这里还用侧身救，而且没戏。云海这里的气量非常非常少，穆弗雷斯拿到了2秒的领先，哦，一个很大的优势啊。
终于后面可能要自己来稳住了，跳台区没问题。对，这一场穆特森能否保住自己的优势，就看这一把了。过来加速，再稳一个星星加速也有吃到，但是距离是有慢慢被拉近的。对，但穆特森的处理还不错，这个延续看一下，这里把气放掉之后，这里做一个侧身，路线掌握的很好。这里看一下双杀弹射的一个角度，过来调一下，很完美，路线都在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范围内。这个撞后 WC W 喷也很完美，距离完全没有被云海拉近。再一个弹射有出，但点了一下停滞，哇，那很危险啊，他那个弹射出了会撞，哎呦，对，会撞的。刚刚稍微磕碰了一下之后还 OK， 这个领先距离接近，但是这里有点危险，这个弹射没出，被云海拉近很多。哎，再瞧一下，是一个脱飘的 CW 喷，撞了一下之后没问题，后面的连续弯到这里已经被云海上来了。云海选择用一个侧身救角度，这里非常细节，看一下这里内弯卡。再卡，对，再卡，看一下这个快速出弯，这里过来接近过去，走不够细，太神了吧！太扯了！你有看到云海刚刚那个侧身吗？他已经几乎是要撞到的角度，他还是可以把他救回来。他那个侧身真的是身为职业选手该有的操作。他是直接侧到底去撞外侧的墙，因为那个弯道相信有练过极速空港的观众都知道，那个弯道就是当你点小飘，你的路线不对，你会掉前面的脚，路线错了，你会撞到墙再掉右边的脚。他选择用极限的侧身拉到底去撞左边的墙，反弹过去过两个脚，太扯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，有回放一定要让导播一定要让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画面，那个操作实在太精锐了。对，他直接让用一个侧身不拉回来，就是直接滑到底，撞墙直接过那个弯，那真的是太犀利了。没错，哇！而且 M 大其实在整张赛道的前半段，我觉得 hold 得非常非常好，对， hold 得非常好，就是那个弹射的失误开始就是慢了一点点，那个地方点一下停滞，为了避免自己撞到，后续的一个路线就开始出现了偏差，只要一有偏差，这云海瞬间上来，产生极大的压力，做了一个对抗之后，云海直接反超，而且他对抗是非常非常的凶狠，对，非常完美，而且一直在推挤，然后最后利用一个内弯反超之后就成功拿下，没有再给任何机会，他就是在最后的几个弯道完成了这个，那个影响是非常关键的啊。这里其实 Mufres 都过得不错，这一刻其实 Mufres 掉速有点多，然后这一刻被卡掉了小喷过来再粘，哎呀，这一速度已经不够，而且又被碰到了左半边的一个墙壁。哇，他那里是用了一个WCW 喷啊， WCW 喷有一个缺点是他车身的那个滑行的距离不够，因为速度不够，导致他没有办法滑到正确的路线，那个 1CWW 是比较好过的。那现在来到了第一轮表现非常不错新火车站，哇，这张赛道我们刚刚看到右上角的第四名的纪录保持人是 M 大，那云还是第一名，所以其实两个人都是有上榜的。这张赛道来看一下，这一场 Mufres 选择用一个流系的跑法，上一场他这张赛道是两个人是几乎差不多的一个差距。对，那这边 Mufres 一个反超，云海是卡了一下气，速度掉了，那云海飞跃跳台是位居第二，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弯道，云海每次都在这里处理得很好，稍微再卡一下之后接近一个内卡外直接卡掉，四下延续完美超车，非常关键。这里 Mufres 的加速带踩的有点多，这里得慢一点飘，哇，吃了一个 WCW 喷，速度稍微慢了下来之后踩两下，吃了两下的空喷，哇，很伤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加速带踩满的话你下一个弯得慢飘啊。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看到跟前面的云海是有一个蛮大的差距了，大概三到四个车身位。对，这里弹射又没出，再次被拉开了一小段距离，我要开始贴。这一局现在云海手握着蛮巨大的一个优势，前面的飞跃跳台没问题。对，这里再 WCW 喷，但是这里路线有点偏掉咯，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四下氮气延续是选择用了一个极限的弹射跑法，但是这里只有 WCW 喷哦，是有下有到四下的延续，但这个距离前面应该云海也是有达到，对，应该是没办法了，这个距离是有点绝望的。云海没有发生任何失误，这边 Mufres 的距离落差接近半秒左右啊，这局应该是没什么太多悬念了，各位，哇，我们恭喜云海，
哇，同秒，他跟记录同秒，同秒，对，完全没有任何失误的成绩，太可怕了，这就是我说的职业选手跑图，他十场了，十场都是这个成绩，都是这个秒数，他就是差零点零几秒而已。对，迈拉伦应该都要出赛了，没问题，各位，没问题。这一场看一下 Move Race 的一个表现，哎，他跟记录是只差零点几秒而已，对，他就是想要破记录，意图非常明显，可以看一下 Move Race 这一场的表现能否给他了吧？如他所愿呢？对上的是上一届亚洲杯的冠军云海。这边的弹射有出云海，弹射没出，云海路线落偏差掉了。没错，这里一开始大概就有个二到三个车身问题，现在这里的话反而是云海又有一个角度上面的优势。对，这边 Move Race 很危险，但是卡住了一个内线，云海双杀弹射没出，碰了一下，这边让 Move Race 拿到一个领先的优势。飞跃点过来，两个人都没问题，这个距离还是可以追的。看一下这边是不是选择用一个极限跑法。Move Race 选择双杀弹射，而且这个距离好像是有成功哦。对，看一下这里是选择比较保守的小票双喷，但是 Move Race 再次拉开一两个车身位的距离，选择做一个 WCW 喷，但失误了。还 OK， 这个距离还可以，但是这里点错方向键，没了。还有机会，我们两个不要这么贪心。还有机会，我们记录没了，记录没了，还有机会，记录没了，但是还有机会。看一下这个双杀弹射，云海最后一颗有没有可能发生失误呢？最后一关，但我们机会来一个冲撞，就是这个冲撞，应该没办法，距离太远了。我们恭喜，恭喜！哎，云海发生失误了吗？差一点点。哦，我以为他安抚。哇，不是，刚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？Move Race 最后脱漂撞到墙了。不然刚刚好像最后一个弯道，云海自己也发生撞撞。云海是撞到了，他好像没出双喷。哇，那最后对最后一个弯道是有机会超车的，但是最后一刻没想到。哎呀，莫夫雷斯自己也没想到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云海会在他面前发生失误，送了一个大礼包给他，但是他来不及接、啊，没有领到啊。对，安全云海。今天打招呼都有一种懒懒散散的感觉啊！先问一下吧，因为这场你和 Moonrest 的比赛其实是一场焦点之战，其实是吸引了非常多目光的。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评价一下 Moonrest 现在的操作呢？就跑图挺稳定的嘛，然后对抗也挺强，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失误。不会有太大的失误，但是其实在比赛当中还是能看得出来，细节方面上其实赵云海还是稍微差一点点，所以说今天也是能够取得比赛胜利嘛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感觉比赛的时候，比赛期间云海好像不是很在状态，有一些困倦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就一比赛就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？一比赛就困啊。一比赛就困啊？不是前段时间没有休息好是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就是一比赛就困啊，越困越来感觉，你这个也是很奇怪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明天其实要对战到的是自己的兄弟了 ，RMGM 的逆心。我想先问一下，你们两个是一个房间吗？啊，天天都在旁边，那肯定。天天都是在旁边的。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后，会不会先约一轮训练赛呢？随缘啊。随缘。那今天晚上会不会不让他睡觉呢？不会，早早睡觉了。两个人都早早睡觉，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，是吗？哦，那希望逆心也是同样的想法，好吧？那就期待一下明天两位之间的对决。好的，再一次感谢云海肌肉的采访，一段视频过后，让我们比赛继续。